继续收看汤姆斯杯尤伯杯的比赛，中国队对中华台北的小组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第二单打的对抗。中国队派出的是杜峰宇对阵中华台北的许仁豪。在此之前，两个人交手了四次，杜鹏宇四战全胜。双方形成多拍，杜鹏宇边线判断失误。许仁豪失误比较多，比分又变成了6-2。今天比赛是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的第三天，在明天还将进行一天小组赛。由于中国队的分组形式，所以使得小组赛中国队出线是毫无悬念的，而且以小组第一出线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然后八强的对阵呢，将会在明天的小组赛结束之后来进行抽签儿。汤杯和尤杯都一样，四个小组第一对四个小组第二抽签决定对阵。
双方打成二平之后，杜鹏宇是连得了五分。裁判应该是要求许仁豪在死球之后尽快重新投入比赛，不要拖的时间太长。来 go。头顶出击界外了。11-3，杜鹏宇领先，第一局间歇。现在双方回到场上继续比赛，11-3，杜鹏宇领先8分。11-4. 反手没有顶到位。
13-5. 在双方争夺网前的时候，还是许仁豪回球要求质量太高，结果球下网。这球许仁豪利用了一个长杀，杀的落点比较靠近底线。这球就是苏鹏宇的发球，发到对方的五号区。许仁豪在前面一直都是准备正手接发，而且准备他发一号区的这种短球，他可以去推或者搓。但这球突然发到他的五号区，他用正手接很不方便，很不舒服，造成了失误。刚才这几个球明显想加快节奏，来快一点追分，所以有很多对手下网的球他都自己去捞过来，来加快球与球之间的间隔。但是节奏太快之后，他刚才想发一个平高球，自己也没掌握好，发了个半场。
19-10，比分再次拉开，变成了19-10。头顶突击杀直线，许仁豪挡网球没过，20-10。连续调两个底线，再压对方的头顶。Service over. 11-20. 连续抽压，然后造成进攻的机会，杀追身，21-11，杜鹏宇先赢了第一局，1-0领先。匠心营造，雪花纯生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行专家2014 Outback 奥虎 Subaru。 水中贵族百岁山。哎，你不能再喝了。我是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的。没有身体哪有感情啊。少喝一点为健康，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金牌公司。烈日有什么好怕，没有故事的人生才可怕。蝴蝶仿生双重防晒，探路者皮肤风衣，勇敢晒出让心透气。活在路上，全新 CyCare 气悬浮技术跑鞋，361度，多一度热爱。那现在杜鹏宇和许仁豪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第一局比赛来看，两个人的发挥也是差距比较大，最后是21-11，杜鹏宇赢了对手10分。在整个小组赛的3场比赛里边，杜鹏宇的发挥，在中国队所有出场的选手里头，应该算是比较稳健的。当然，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风格。
好球，这球防得漂亮，再把球挑起来，双方应该多拍，再挡直线，点中路，踢掉，好球！这个球完全打出了杜鹏宇的风格。杜鹏宇就是非常耐打，想轻易的攻死他非常不容易。在这一分球一开始，许仁豪就有一个变速，但是没有能够攻死杜鹏宇，最后形成多拍的拉吊。刚才这个球应该是非常典型的杜鹏宇赢球的方式。Service over, one, three。这个球许仁豪杀得非常漂亮，头顶杀对角。这个球许仁豪想放网的意图已经被杜鹏宇判断出来了，杜鹏宇上网一逼，就造成对方心理压力陡然增大，手上他得要求一个更高的质量才不会被对方扑，结果自己失误。许仁豪一上来又陷入了1-7的落后。跟杜鹏宇这样的球员呢，就是你要是实力不如他，要赢他很难，因为杜鹏宇是一个很均衡的一个球员，不见得某项技术某一个环节特别突出，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弱点，就各项指标都非常平均，那你要是实力不如他呢，真是找不着什么漏洞可以打，就是速度如果没太快的话。而且杜鹏宇属于非常稳健型的球员，比他水平低的人要想爆他冷门也不是那么容易，有一些可能比杜鹏宇综合实力强一些的选手，他的发挥可能没他这么稳定。
有时候会神经刀似的某一两场球突然失去水准，但是杜鹏宇还是一直以来就是特别稳定，该什么水平就什么水平，哪次比赛哪场比赛也都差不多。这突然的一个变速，许仁豪根本就没有跟上，没想到对方在这时候突然变速突击了。这个又是一个多拍，这个球应该打的许仁豪也挺崩溃的。杜鹏宇的这个球风除了前面说的冷这个稳健之外呢，再一个就是跟他对抗真是有点被小刀子慢慢拉的感觉，不像有的选手，反正你打不过他呢，上去之后三下五除二他就给你拍死了。这个杜鹏宇也没有三下五除二就把对方给拍死的这能力，但是他就是一小刀子一点一点拉，反正最后的前景看着也挺绝望的。线内，这个球许仁豪冲网太快，他认为对方只能挡网，他杀的这个球已经杀的利用了一个长杀，但是杜鹏宇还是看到对方冲网，奋力的把这球往后底线顶。不过看杜鹏宇的比赛呢，对于有些爱好者来说也是一种教科书，
就是他在场上他什么技术都有，而且速度不是那么快，你能看明白，往前也好，后场也好，包括他的步伐怎么移动，然后中路球他也有，杀啊，吊啊，劈啊，勾对角啊，搓球啊，就是在一场比赛一个多拍当中可能他全能用上。这球杀得很准，多拍当中杜鹏允的放网质量很高，一个擦网球，许仁豪回球回了个半场，没你看，杜鹏宇是一个非常实在的球员，实在的有点老实的球员。有一次比赛的时候，赛后的采访，记者问他说：“你看上去技术挺全面的，但是好像突击的能力不是很强啊。”杜鹏宇直接老老实实的就，一般的运动员吧，不太喜欢这种问题。你直接问到他的痛处，问到就是问到他最不开心的地方。但是杜鹏宇非常老实的回答说。这个也是我一直很困扰我的问题，所以我也会在后面的训练当中努力。就是在和记者的一问一答当中能够看出杜鹏宇的这个为人。现在比分已经变成了15-8。许仁豪抓了一个变速，突击劈杀对角。现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羽毛球参赛名额呢，又进行了一下改革，每个协会在每个单项上最多派出2名选手或者2对选手，这个对于杜鹏宇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因为林丹复出继续参加比赛，那么如果林丹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的话，目前来看，2年以后的事儿谁也不知道。目前来看，中国队能够参加里约奥运会的男单选手还是陈龙和林丹的机会最大。那么这个现实对于杜鹏宇来说还是非常残酷，因为一个运动员在球场上，付出了将近20年的努力和辛勤的这个，洒下了那么多辛勤的汗水，能够打到这个级别，肯定是非常期待能够在奥运会赛场上，虽然不一定能拿到金牌，但是起码可以搏一下，起码你有一个搏的机会，即使拿不到金牌能够拿一块奖牌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运动生涯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获，一个成果，但是
努力了这么多年，而且我们在前面也说过，就是中国队八五八六和八七八八这两批运动员，都是被林丹、鲍春来、陈金他们这一批，直接给压住，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出来。杜鹏宇是这两批球员当中的独苗，现在还能够坚持在这个赛场上，而且是国家队的主力男单。如果因为羽联这个名额的缩减而失去参加里约奥运会的机会呢，这不能不说是就是像他这样的运动员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大的遗憾，而且也是很残酷的一个事情。没，所以这就体现出职业体育的好处了。职业体育它不仅仅把运动员的回报全都把宝压在奥运会这一项赛事上，这四年一次的赛事，而是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比赛，不同的比赛可以让运动员有不同的舞台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就是大家都很努力，但是呢对于非职业的项目来讲只有奥运会这一个出口，大家都过这个独木桥，但是一些职业化比较发达的项目对于运动员来说大家都付出了努力，大家不用去挤一个独木桥，就是这个可能独木桥你在争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过独木桥，但是独木桥有很多。这是一个擦网球，好球，往前中路突然的快推，这是在两个人争取控网前之前控网的过程当中突然的一个变化。手上出手特别快，看着是要再回放，现在杜鹏宇的比赛呢尽管节奏不是那么快，但是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什么技术他都能给你展现一点。现在杜鹏宇已经获得了这场比赛的长点，头顶杀对角，21-13。这样，杜鹏宇在对阵许仁豪的比赛当中是2-0，取得了胜利，两局的比分21-11和21-13。这样，中国队在今天这场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里边对阵中华台北是3-0领先，也就确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中国队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取得了小组的第一名。八强的对阵将会在明天所有的小组赛结束之后进行抽签来决出，在后天将会进行汤杯和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到时候我们还会为大家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收看。